在上一次，我们是一起读到这个药师如来的第六大愿——诸根玩具愿，也就是药师如来看到众生有好多的疾病，好多残缺不足的地方，所以他的愿力发愿呐、啊，这些众生啊，都能够听闻他的名字之后。 一切皆得端正、侠慧、诸根玩具，无诸疾苦，这个病能够得到痊愈。那在这个呃这么简单的遗愿里面，我们总会去想到这个诸佛菩萨这么慈悲啊，要救度我们。那我们自己有这个疾病的时候，你想不想知道你这个病从何而来？ 真正的救度，如果只是相状上，相状上，而我牙齿痛，那我就把牙齿拔掉。那如果我眼睛痛，难道要把眼睛挖掉？总是不是要把它去除而已，而是要知道我牙齿痛是为什么而痛，那我眼睛痛是为什么会有眼疾？ 所以追根究底，才能拔除病根。所以诸佛菩萨要救度众生，为他的方便是众生有这个苦厄的时候，就为这个方便靠近，要告诉他道理，告诉他你的病根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，所以能够从根拔除。那在这个院里面的病，都不是普通级的感冒。 或是眼睛、牙齿痛这种短暂的，这几乎都是所谓报得的病。这第六大愿呢，里面讲：若诸有情，其身下裂身体卑劣相或身份低贱，这个是从你过去累积到现在，你的环境、你的教育，还有你的思想、你的学习。 等等组合而成的一种程度上的差异，但我们程度上的差异，如果以状况来讲，社会地位吧，或是说长得的外向，这个都是属于有相的，在世间里面的相状。除此以外，还有是精神层次的。如果你精神层次是非常的下裂 那纵使你在长得如何的好看，家庭的地位有多崇高，毕竟你是不得自在的，内心是有病的呀。所以这里面呢，我们看药师如来要救度众生的时候，他讲诸根不具。上次我们就是要进入这个主题。如果说我们以相状来讲，所有的器官有所残缺。 那残缺是什么？这个，这里、个、瞎了眼呢、啊，鼻子歪啊，瘸啊等等，后面就有讲好多，这是相状上。那真正这些相状，你报得的这种果报，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如果我能够修正的话，那么来生来世或近未来，不管走走到哪里，是不是可以庄严起来？ 可以不再残缺。我们现在是有很好的这个医疗技术，如果哪里长得不好，可以去补一补、填一填，花个多少钱就可以换了一张脸。还听说呢，有人美容的实在是太完美了，她的先生呢，认识她的时候是在她做完这些手术之后，就生了一个丑娃娃。 生了一个丑娃娃，又大龅牙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跟他的母亲不像，也跟他的父亲不像，真的很怀疑他的来源。最后，只有他的阿妈公啊，这有型，高炸的生畸形哎，<laughs> 所以啊，你美容不能改造基因啊。那我们说猪根不具里面除了器官的残缺。 还有讲的是五官五根不具啊，这在佛经里面哦，讲到这个根呐、啊，我们就先了解一下，我们眼耳鼻舌身，就是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生根，这可以啊，就是有作用，掌管我们的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味觉跟触觉，五官跟它的机能。如果再加上一根。 那么就叫六根，但这个药师佛他讲诸根不具，可能开始是偏向于所谓这些现象：丑陋、顽愚、盲聋、阴哑、挛臂、背偻、白赖、癫狂。但是他背后真实的道理，并不是只是为了治你的病啊。我们在开堂的时候有讲，他这个是所谓表病。 那真正的根呢？真正的根的病是什么？大概就是我们的无名习气跟累世所造诸恶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更了解所谓五无漏根呢，五无漏根讲的是能够降服烦恼、引人入圣道、能够增上作用的这种五根。 那更有意义，哪五根呢？性根、静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如果我们人诸根不具，这五样的根都不具，你只把外在的条件修理好了、整顿好了，而内心这些不具，依然是轮回呀、啊，依然。 不能够离诸疾苦，因为轮回总是有这些物理现象嘛。所谓的性根就是信三宝四谛的道理，静根就叫精进根，能够勇猛修善法；念根能够意念正法；定根使心止于一境而不散失；慧根的话由定中。 然后观智所起，而了知如实之真理。所以这这样具足这个五根呢，你自然就会修行。你自然修行具足所有的正法指导的办法，而开发而做对的事情，是不是自然就能够庄严？感得的果报才是真正的庄严呢、啊。 它是真正的治本，的治本的，所以这个诸根不惧，如果我们来看相状上，一定是他有，就是错谬的行为，内心呢对三宝不信，也不不精进去做正确的事情，也不起正面如理作义，而老是在自己的贪欲里面就满足他。 所以果报如此，所以我们要里外都能了解。要是否要救度众生，绝对不是只是医治你的病，而最根本就是要除你的无名这个根本大疾。那这个五根呢，能生一切善法。根就是能增上出生的意思。那如果说我们， 自己具足这五根，虽然我们此生此世，可能我们长得不庄严，五根呢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或是身体的啊这些所有的一切行动不变，但是我们如果内心的五根具足，你就会开始修正。你从了解的第一刻开始，而修正你自己的身口意。我们此生此。 此事所报得的，这个是报哦，这是果报。这个果报是过去生、过去世所造作、连结而来的果报。这个只有在此生此世，它不会跑到来生来世。所以此生此世对于这个报，我们要甘心忍受。但我们内心，我们所有的精神层次的这个五根，如果具足的话，就会开始做正确的事。这个果报，此生此世的报报完了，业报报完了。 在来生来世继续修行的时候，自然会感得庄严。这个哪个故事最有名啊？不是有一个，呃，叫什么林国师，玉林国师，玉林国师啊，过去生过去世啊，是长得奇丑无比呀、啊，其貌不扬的。那后来呀、啊，因为他精进的修行，所以到他当玉林国师那一世啊。 是长得非常的庄严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真正要救度的，就是除了你表象的这个疾病要推过去所造，而从这个地方作为契机，诸根具足而来修行，达尽未来际的成佛，自然也报得庄严法相。那在经典里面有讲，《俱社论》里面有讲五根修行的次第。 比如我们刚刚讲，性根于因果，要先起信心，先要对因果起信心呢、啊，这个信根要具足。同学，你你相不相信因果？没有人啊、哦，你相信哦，太好。没有人可以去掌握你内心的想法啦，没有一个人那么厉厉害能够。 滋滋滋滋滋滋滋，啊！电流通过去就把你整顿好了。那这样子的话啊、哦，所有的人一下希望世尊来整顿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是哪一尊佛？哎，不 c a l 的代级。所以这个信根，你第一对于因果要先起信心呐、啊，先要产生信心呐、啊，你要相观因缘果啊，这果报不爽啊。说这果报不爽哈、啊，说。 说我个人的一个很糗的故事给同学听啊，啊小时候呢啊，这个家里孩子多嘛，那我们长得比较不讨喜啊，爱考爱对喽。我有一个姐姐长得很庄严啊，那、啊、她就是看我这小妹是很不起眼，每次啊我什么样，嗯、她就啪就打过来，每次怎么样就啪就打过来，于是我忍住就修得还不错。<laughs> <laughs> 这话说这忍辱修得还不错，后来到中年了，我这个姐姐生病了，那我实在是是想要帮她呀，这帮她她哪里呀、啊、就痛啊很痛啊哪里不舒服，我就帮她捶呀、啊、打呀捶呀、啊、打，就是帮她顺一顺这样子，好没想到原来她就在遭受果报，从 <laughs> 来没想，我从来没想，这有一天啊。 这有一天啊，他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啊，气喘不过来。我看他喘不过来，不行啊，啊，这样脸都发绿了、发青了。我就在后面很用力的捶打呀，那最后一爆啦是不是？捶 <laughs> 打，他打一打，咔，哎，吐血。哦，那个把他，吐回。<laughs> 然后他、啊、吐了血之后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一个啊。 那个主帅汉，刚做吧，点来推了，结果都爱好让推倒等来。<laughs> 可是当时完全没有念头，说我是在给给他还报，一点嗔恨心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他还是有报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这个报里面不夹带仇恨，他还是被 K 了，被打了。啊，那再讲说因缘果报不爽，他小时候打你呀，啊，我很感恩啊。 他让我从那么小就修忍辱，啊，那修服从，我的服从性很好的，<laughs> 好，啊，这个笑话。所以，我们对于因果要先起信心。第二个，为了我们成就圆满无缺之果，那我们要从因下手，精进去修行，是不是叫静根？对不对？ 我们这个果如果报得完于盲龙阴阳，是不是这个果啊？果了解了，那么我不要造那个因嘛、啊。那今天当然就有很多因果论的喽，不要造这个因，是不是叫精进？你要懂得止止持啊，恶的不要再造啦。所以道道理虽然这小小没多少字的愿，里面却有很深很广的这个道理在里面。 好，这第二项，第三，由精进而念住所缘，就是念根，你要有正念。正念由精进而念住所缘，你的正念对所有一切现前的，要起清净的正念，要安住它。要正念啊，如理作义。如理作义没有那么容易，大家的之间就水平如否一样。 要经过多久多久，自我内心理性的对话，去思维它，接受求证，然后最后你才会懂，真的是这样。于是你能够正念了、啊，他看到生命里变化的所有一切生命、啊、缘缘灭，缘起缘灭，缘起缘灭，有无有空啊。 这所有的道理，所以不执着了。所以凡事呢，精进而安住正念，这个是必要的。这叫念根。接下来，我们因为念力而心能够得定，所有一切的发生，知道这是一个时间空间的发生而已。任何时间空间里面，一个现象的缘起嘛。 所以，当你知道的时候，所有一切不急不徐，你心有用稳定、安定而不波动，不拖、不波动就能达到定啊。这个时候，心得定，则能知如实之理，也就是慧根展现，对不对？扎得稳嘛，智慧就能现前，才不会说出不正确的话，做出不正确的行为，而伤了彼此。 也让自己跟众生又结构不好的一些因缘，然后又不断的延展了我们一起轮回的路，何必如此呢？所以这个诸根不具，是不是延伸到这个地方更有建设性？啊，那我们再来看，以因果论来讲，我们讲说为什么会五根不具，诸根不具，世尊在因果篇里面他有讲。 他说：“这是为什么报德？我们的这个诸根不具，是因为前世。前世就以前不一定说我们此生的前一世，就说以前的意思。所以以前呢，以前世时，做飞鹰走狗，弹射禽兽，或断其头，或断其足，生灭鸟翼，故或斯罪。做飞鹰走狗，知道吧？” 老鹰在空中飞呀，啊，然后狗啊，啊，在地上是跑的，弹射禽兽。小时候是不是男生都会有做那种弹呢、啊？对不对？然后弹到鸟，忘了他的痛，只在快乐自己打中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个标准呢、啊？那个标准就是他落地就是我的胜利，<laughs> 我不就拿。 这种这种来，在来这种就是颠倒见呐、啊，来让自己觉得自己是成功的。然后有时候小孩就是会这样。还有呢，或断其头啊，就是动物的头啊，把它切下来；或断其足，把脚切下来啊。然后啊，生灭鸟翼啊，就是呃，这个这个翅膀给它折了。那你的果报当然就是这样子。 其实是在乡野当中哦，其实是真的很常看到，就是那种拿动物，就是像人家说斗蟋蟀一时一样嘛，斗鸡一样嘛，就是要让它产生一些纷争啊，然后最后来赌博，来来取得胜利，这些都是很恐怖的。那像一般人为了取其呃这个动物的某一部分对人类有益处的地方。 我们不是听过熊胆的故事吗？熊胆、啊、取这个胆汁啊，把这个熊啊抓来，放在一个铁笼子里面，这个熊没有办法再伸展了。那个笼子跟它的身体差不多大小，然后把它身体固定了。固定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手术啊，用一只管子插到这个这个熊的胆。 然后固定的时候抽那个汁出来，为了要治愈人类的疾病，这个还是属于取胆汁。另外还有这种全胆的，就是这只熊呢，你抓到捕获到之后，就是要取它的胆来治疗人类的疾病。像这些，什么叫对？什么叫错？当你为了。 要获取这样的利益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去想到那个那个熊有多痛苦，对不对？胆是很痛的呢。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痛。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故事啊，所以诸根不具残害众生啊，都有这种果报。那基础上直接的就是我们捏断人家的头，我们斩断人家的足。 那我们给人家碎尸万段。那除除此之外，世尊还说了很多啊、哦，为什么我们会有有这种五根不具？那五根不具里面包括就是毁谤正法、不听闻佛法等等的这些，都可可能造造成诸根不具，因为他以后就是越走越差嘛。那最后身份呐、啊，就是所有的能力呀、啊，也都不具足了。 啊，接下来了解丑陋。这丑陋呢，如果说外表丑陋哦，这是可以靠修为而改变的。那如果是内心的不洁，那更要靠修为来改变自己内心的、啊、这种想法。那这里面呢，如果说贪赃枉法，然后人类人面兽心的这种丑陋。 那那种那种丑陋以后果报是很恐怖的。那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介绍，呃，所谓外表的丑陋，它是因为什么而来？这个这个哈，在《涅盘经》里面讲啊，他讲，如果众生啊不信这种经典，我们其实大家是不够聪明的，我们很多道理是不知道的。可是诸佛菩萨。 世尊所所说的这些法，那有的人又觉得这些听啊听的后啦，啊有的不肯相信。那《涅盘经》里面讲：若有不信是经典者，现世当为无量病苦之所恼害，多为众生所见入骂。就是你没智慧嘛，所以你会有一些恼害，就是烦恼嘛，对不对？然后。 说话啊等等啊，之见不正，人家有时候也会辱骂你。命中之后，人所轻贱，颜貌面呃，颜貌丑陋，资身艰难，常不共足。也就是以后啊、呃，越来长得越丑。虽富少得，出色必恶，常处贫穷下贱，诽谤正法邪见之家。就是可能啊。 你可能得到一点点好，呃，粗糙的物品，但是常常是不足的，很贫穷。然后也常常啊，会有一些不好的讯息，环境里面呢、啊，就是有一些邪知邪见，诽谤正法、邪见之家。当你出生在那种家庭的时候，你怎么学还是邪见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要提升自己。 你永远就只是那样子的想法，而以为是对的。经典里又讲：若临终时或值慌乱，刀兵尽起，帝王暴虐，怨家仇隙之所侵逼。如果你到老了要临终之前，还会碰到刀兵劫呀、啊，就是你处在一些动荡不安的时间空间里面，然后国君呢、啊、是暴虐的，苛政猛于虎啊啊！哦 你又有一些怨家，然后来寻仇。虽有善友而不遭遇，虽然你可能也有一些结交一些不错的好朋友，可以帮助你，但是就时间没对到，你不可能得到救助。资身所需求不能得，虽少得利，常为饥渴。有的时候真的叹气动家都无了，真的很贫贫穷。 常常是要受到这种饥跟渴环境里面的不饱足，唯唯凡下之所故事。所以这些你最后的环境就是在这种比较低贱的环境里面，那唯一在这个上面。那如果呢，国王大臣呢，西不耻禄。如果你去考公职啊。 啊，你去考公职啊，要要做一些官呐。啊，这当然是过去是做官啊。基本上扣扣起啦哈、哦。他说，呃，国王大臣西不耻路都不会录用你。设父闻其有所宣说，正始是理，终不信受。然后你在说话的时候，纵使你说的对，条条是理，哎，人家就是不会相信你。有的人说，哦。 他都没有说错啊！你讲话你的道理什么都没有说错，人家就是不信。这叫做言未当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如折翼鸟不能飞行，如是之人如折翼鸟不能飞行，是人亦不愚，呃，是人亦耳于未来是不能得至人天善处，所以你的身份就很低贱。 所以你不能得人间善处。那若复有人能信如是大臣。经典，本所受行虽复出漏，以经功德即变端正，威严色利日更增多。这个地方讲啊，如果啦，我们能够相信大臣的经典，因为这是菩萨道的经典，你不是以一己之心来照顾自己而已。 它本身是你有愿力啊，有愿力要帮助所有的众生，这众生都跟我们自己有一些累似的关系嘛。所以，当你这样子，你也去做，那慢慢的你的出陋就会改变啊。这个这个地方啊，最后当然果报是好的。这是在讲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丑陋，那丑陋是有原因的。哦。同学这样听一听，原来自己长得丑陋是有原因的。 对不对？有的人他就长得庄严，我们就从古德的这个这个故事里面就知道。再来，我们来看哦，丑陋包括内心的哦，有的人一下就把人家想不好，那是很糟糕的那这个顽愚啊，这个顽愚、就是、就是顽就是顽固嘛，冥顽不灵啊。愚就是无名愚痴嘛。那有的人是真的很顽固哎、欸。 粪坑里的石头 <laughs>，又臭又硬啊，对不对？说什么他都是不听的啦，他都不听啊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就是保保留一份怀疑啦，永远要怀疑别人啊啊，听归听啊，也不能够持久，不能产生正念去读这些事情。那话说啊，举一个有一个男众啊，他哦实在长得是相当的丑陋，然后这个。 双足也有残缺。他这样，他很想很想，此生此世啊，他很想很想好好的赚钱养家。可是因为他的长相的问题，跟他残缺就没有办法成家，男不爱给，女的不了。然后好不容易啊，就娶了一门，就是、呃、有结婚啦了，娶了。 一个媳妇，然后这个这个媳妇哈、啊、是也有一点小残缺啦，啊就，这两个公梁佩玲啊，哈哈嗯、高红啊，温、哦、姑、嗯、的高栋洪啊，这、哦、就是很登对啊。啊，这个太太也是很想好好的持这个家，于是两个都很努力的工作，可是常常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，哎，做瓦子怕变瓦子啦。 那用个开个打啊打啊打啊打、啊，然后他就很想学佛。这个男中很想学佛，那终于就听了。据他讲，他最喜欢听慧律法师讲课啊，有的供。慧律法师供哎，就就还听那样，然后他就很想听，很想听啊。工作一直就不顺遂，不顺遂。后来他就到五十几岁。 就开开机器人车，因为无开啦啦嘛，然后就去开机器人车。他说：，迄明明人客，我都看呢，伊伫遐徛哦。我车要挖去的时阵吼，伊买一外车，我挖过，伊拢无叮当。迄后壁一台伊直砸，伊那较厉害，拢有办法看到我身都无好看。<laughs> <laughs> 其实不是。 伊讲，他說我著足唔甘愿嘞，佮回头佮看讲，迄台到底是安怎？那载到伊，因迄台车较新，他的资粮不够，他资粮不够。然后他又说，他说吼，我這样走很远很远很远，一、欸、看到对街有人，应该是要坐车的样子，我就很努力的绕一圈，哎、欸，过来掏钱五两，不要他掏钱些。<laughs> <laughs> 那坐的我的人客拢无跳表，<laughs> 就短程的啦。我的老扛车两点钟，攤多攤都 <laughs> 他多弹的遐个拢扬起，很苦恼哦。他说最后我连房租都租不起，连房租都付不起。他说我一心啊，想学佛。 我一心就想学佛，但是我经营太不佳，他真的赚不到，他好辛苦。一讲国未使讲，车在擦边啊，为着要使使用这个汽油啊，为了怕耗油，车子就 p a 在旁边，那这样也别跑了。他说：“我真的，一路也念佛了，一路就是惭愧忏悔，惭愧忏悔。” 他是再怎么样啊，都赚不到。有时候心里想，哇、哦，今天跑一趟比较远的，结个古罚单。丹 <laughs> <laughs> 他说不知道，钱为什么这么难追啊？真是，他的果报如此。那我们听这些人他真实的说出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想学佛，我真的真实的惭愧惭愧。” 我真的是果报，我真的是果报。他自己真是这样说。那我们说他的果报来自什么？毁谤正法，还有一些可能很顽固、很愚痴，啊，不是很正确的行为。那这些都是其中的道理。再来，我们来了解盲跟龙啊，为什么会眼盲？当然有。 包括眼盲跟心盲嘛，同学，我们是不是耳聪目明？我们耳聪可以听得很清楚，都是听是非的话，也不叫聪啊。目 <laughs> 明，眼睛视力二点零，如果都在看别人的错，那也不明啊。所以不是在讲功能上的而已啊。真的耳聪能够听到真实的背后的道理吗？ 真的牧民能够分辨是非吗？啊，如果不行的话呢，再有钱也没有用啊。啊，那这个为什么会有盲的这种果报？大吉经里面有讲啊，若有众生于过去世作诸恶业，或毁于法，或谤圣人，有的会毁谤圣人呢、欸。哎，空住是正心啊，对不对？我敢这样说，哎，你胡诌。 我嘛是混的，<laughs> oh, oh, 有的人是这样直说呢，什么混？那咱也子冲啥？哦，这种话我来敢讲呢。<laughs> 有的人他就是这么狂妄。<laughs> 然后这个就是说毁谤圣人呢、啊，于说法者唯作障碍，就是障碍人家说法。 或抄写经法洗脱文字，就是抄写过去是抄写经典的，那你不小心呢、啊，不小心就弄湿了，这文字不齐全，或损坏他法，或是别人有的这种经典啊来流通的，给人家破坏了、嗯，或暗藏他经，觉得哎这个我喜欢，藏起来不给别人。由此业缘，今得盲报，音雅聋。 盲不见正法。如果你是这样，果果报是盲聋，然后不见阴阳，不见正法，这是自然的。大乘莲华藏经里面讲：受佛境界，不护将来，各言我事。于大乘法，亦如明夜，各自说言我得佛法。这个就是一种共高啊，共高就是。 佛的境界，你又不好好吃，有的是知道哦，知道而不吃哦，然后回谤哦，然后就讲，哎呀，我既要主宰，真就是怪改，<laughs> 有的人就是这样子啊，啊，什么改，什么改，主宰就是改啦，其他都的拢假啦，你、欸、讲来讲去，哎，们这些说白白人，自己憨，特别去用哭的，<laughs> <laughs> 你说这种人、啊，他讲话还是铿锵有力的呢。 对不对？嗯，这自己感官、自己安怎，这就是对的。嗯，这各自说了、嗯，我就是啊，主宰就是啊，你不做家人啥，是不是家人自在？安尼念嘛，不被家人啥。<laughs> <laughs> 所以他就表达他是非常的自在呀、啊。啊，这种是邪慢到了极点啊，那种魔啊，嗯，只能叫具足回向，希望他早日发现。啊 <laughs>、哦。 他这些呢，都是会受一些果报啦，那他来生来世啊，盲聋喑哑，不见正法，这个也没有办法。啊，说到这个这个盲啊，讲个故事给同学听啊。这个说话说，世尊在的时候啊，这个《出出药经》里面啊，《出药经》里面讲啊，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在舍卫国有一个长者。 他这个长者名字叫南陀，不是跟世尊出家的那个南陀。这个名字很普遍的、啊、哈。这个盲陀呃，南陀，他很很有钱，巨富多财，金银财宝啊，象马车胜，奴婢仆使，服侍田野不可限量。哦，这个国家里面呢、啊，一国之富无有过者。这个国家里面没有人比他更有钱。哦，他真的很有钱。你知道他是？ 什么样的过日子呢？虽处豪富而无信心呢？他这个人呢，也不信佛法，非常的悭贪嫉妒，做荡僧哎因为他很有钱啊，他门隔七重，家里有很多很多仆人呢，有七重门。哦，有七个门哎，怎个入去个引导的内底？ 然后，赤手门人就要每个门都要有人顾着门呢、哦。他他就讲了，如果有人来来乞呀、啊，因为过去的世界呀、啊，过去的社会确实是有乞儿嘛，哦，那他说有人来乞啊，都不能入哦，一不得入，没有一个可以进到去见到这个有钱人。那所有的门房当然只是职务嘛，他也不可能长有这个钱财。 一挖空呢？好、哦，那过去的屋子是不是啊、哦？这个上面有有这个，我们任何屋子是不是都有空中，对不对？天顶天顶了对啊！他就把这个屋子呢，中庭空上安铁书笼，听有用网啊嘞，把伊的厝顶安嘞网起来，鸟啊袂使去食到因兜的谷米。古早福亚人是不是爱拍七啊？ 挨着这处哈，有围墙，然后上面用铁网子，这样鸟就不能飞进来，吃到他们家的谷米。哦，然后呢，四壁墙下以白净泥，孔鼠穿穴，伤损财物。然后这个屋子墙角哈，每一个洞啊，都要糊的，用那种泥呀、啊，很坚固的泥糊的很好，怕老鼠钻洞。 以前呢、啊，并不是像现在是这种钢筋混凝土，以前都不是说是泥吗？啊、哦，土啊，土夹土啦，啊不都是那种石头的嘛，啊不就茅屋嘛，啊、哦、那不能用海边的枯卤石啊，海边枯卤石都是洞啊，啊 <laughs>、哦、所以呢，哦这个他就是要替这补啊，让来补好，就它尿气啊，入来去夹到布璃，安尼就对啊。 他只有一个儿子叫詹檀香，哦，秀苗苗，哦，然后他老了要要往生的时候，他就跟他的儿子讲啊、哦：“我、哦、生病了，人是必死的啦。若我若我无死后啊，如果我死了之后，所有财物物费损耗，你千万千万要要记得，只要都没去讲，那袂使不人哦。” 哦，都不要损耗。莫与沙门与婆罗门起儿们共。那像那修行人呢、啊，沙门的婆罗门来，你也都一样，不能给一丝一毫。若有起儿，莫失一钱。只要有人来乞讨，一毛钱都不可以给哦。你要好好守住啊，老爸留给你的这些财物啊，可供七世。啊，你假七世用没完。 笨的 <noise>、嗯、啦，我还干呐干呐干呐，孙孙孙孙孙拢未夭掉，他就儿子詹檀香哦，然后讲完了啊，终于还是去了，回去了。然后他、啊、这个这个巨富啊，南陀死了之后呢，哎，他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面的一个啊社会层里面的詹陀罗家，詹陀罗。 旃陀罗首陀罗啊，是族姓子里面的第四，那就是所谓的奴啊。旃陀罗呢，是比他更更低、更下一级的啊。那这个旃陀罗家的盲母妇中就青梅啊，青梅姐妇人呢，八都来。然后呢，啊这个老母哈，一就心光想讲啊，我今嘛青梅啊。 阿婆，你的想讲想讲啊，我终于怀孕了，我那是等于一只惊吼，啊，后讲吼等于做我拐杖，爱去安尼拖坦，好奔倒来我家。后来啊，这个这个盲女啊，就生了这个小孩，啊，这了、個、小孩出来吼、啊，他自己也看不到，别人就跟他讲说啊，你呀、啊、生的这个儿子生盲，没有长眼睛。 这个盲母啊，实在是很伤心，很伤心啊！没有人扶持，怪起这个盲的小孩。他就说了一个句，他说：“子盲无一盲，二俱无两目，欲此衰好物，益我愁忧苦。”儿子也盲，我又是一个盲母，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没有两只眼睛。<laughs> <laughs> 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又只能消费啊，啊，我们只能好物啊。然后生了孩子，让我更愁苦。好不容易，给紧给他了了了了了那个背高悔，啊，背高悔哈，这个小孩子就会走路啦，会讲话。然后这个妈妈就拿了一只拐杖给这个儿子，再拿一个石器，刚崩的一个东西，他就跟孩子讲。 你不要跟我住在一起了，你到别的地方去啊！你自己去乞讨过生活，啊、哦，我也老了，你自己的命自己顾吧，孩子就让他走。啊，这个盲小儿啊，八九岁，这盲小儿就家家求乞，家家求乞当然会唱那个盲儿歌啊，啊，盲儿歌知道吗？啊。 反正唱的很哀凄，然后他就走走走走走，就走到这个詹檀香家，就走到詹檀香家，就在门外立着，立着就在唱那个盲儿歌，啊，唱着唱着，这守门人听到了，哎呦，这毛温嘿嘿，猪郎、那個、听了啊，这个守门人出来看到他，哦，很讨厌，这八九岁的孩子，这个。 把他的手抓起来，因为小孩子小嘛，可能营养不足，很撑胃，他抓起来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这个推出去，好，就把他丢到深坑，然后伤折左臂，这左手就跌断了，复打头破，又这样一直推啊，他叫他离开离开离开，那人家看到后亚人的厝边啊，不爱好人，我急救哎，他又打他头也破了。 然后他本来取得的一些食物啊，又被他一推啊，这个这个所取得食尽弃在地啊，就是散了一地。那这个盲儿啊，就是看了，就就看不见了，他就哭啊，哭得很伤心。村子里的人看了实在都摇头，就跟那个盲母讲，的人就跟他的盲母讲，这样听一听，这个故事很悲惨哦，会不会心很难过？ 在做金珠笔哈，来，<laughs> <laughs> 这个盲母哦，听了之后真是心痛啊！这八九岁的孩儿，给他一只拐杖，叫他唱盲儿歌，叫他去去去奔，结果很怕啊呢，伊都用白啊、符谱拄杖啊，将慢慢白啊呢，错错错错，起家呀，家嘢见阿婆咧，卡头屋顶哭啊，然后哭着说啊。 如有何愆遭此苦厄啊？你到底，你出生到现在，你也没有去跟人家做错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今天遭受到这样的痛打？可怜的囡啊，你都丢了，子报母言呢？那个盲儿就回答他的妈妈，他说：“我向者至詹潭相家门外而起，便遇二人打直如是。” 我只是走走走走走，他也看不到哪一家是哪一家。只是后来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你你莫莫来家、啊，这跟出来人哦，莫咧安暖安暖呢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只是走到这里来行乞啊，没想到他们就这样打我啊，大家都咧喊啊哈，讲做大声。那这个时候啊啊，这个时候佛知道了，佛知道了，跟阿难讲啊啊，告阿难言：祸灾祸灾。” 南陀长者命中啊，与彼占陀罗家盲父作子，身无两目，其所居业毫富无量，象马七珍不可称计。而今富得亲用不耶？亲用否耶？他说啊，真是灾祸灾祸灾！因为世尊知道嘛，世尊知道。他说祸灾祸灾。那个南陀他自己本来家财万贯，那都他的。 可是他下的禁令啊，你给我迁贪到这种程度，他今天去做了这个詹陀罗的盲父子，然后今天自己以前的那些资产那些物质，他难道可以再用吗？用得到吗？然后啊，至尊大借这个力要来教导大众嘛，因果法，所以此由迁贪受此盲报。 因为他实在是都不听闻正法，然后又太牵谈，所以啊，他从此命中还要入阿比狱嘞，啊，这是还是某一种报而已。那这个时候啊、呃，城里的人呢、啊、就一直在讲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啊世尊呢、啊、就听到比丘啊，也有人说啊，那小孩被打了，世尊就带着大众到这个小孩受伤的地方，然后。 啊！世尊来到了啊！这个旃檀香啊，旃檀香不是就是那个南陀的儿子吗？他还是略有善根，他就听说啊，世尊到门外来了。他说：“啊，世尊来了，世尊来了。”他听说世尊来了，于是他就开了门呢，七重门呢，他说开了门出来，他、啊、想要跟世尊礼拜一下。他也不知道这小儿跟他的关系，然后就出门礼拜，在一面立，想他说：“世尊啊，说些什么话？” 那佛看到，哎，大众都围过来了，啊，这小儿在那里，然后一看到，哎，旃檀香在这里，所以佛就在讲啊，我们人呢、啊，千贪极度啊，最后他有一些果报啊，受受罪无量，那果报很重很重的啦，所以我们应该要会施他人，就会得到好的福报无穷，这样，然后他就要证明啊，他就要证明。 他就跟那个旃檀香说：“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啊！”然后这旃檀香当然就立在旁边。世尊就是问这个小儿，就问这个小儿，问这个小儿说：“因为世尊有神通，他让这个小儿能够在当下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去生、过去世。所以呢，世尊说：‘汝是南陀长者非耶？’” 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就是南陀长者啊？你小孩子八九岁，大概也不敢想他是南陀。但是当下那个小儿就报曰：‘实是南陀，我就是南陀。’然后世尊问三次，他回三次，答三次。这个时候啊，大众听到这的时候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错愕。然后这个这个。” 大众听了那旃檀香，他知道原来这个小儿就是我的父亲，<laughs> 他就是我的亡父啊，他就是我的父亲。然后真的很惭愧，很忏悔，他悲泣啊，然后礼拜佛祖，请佛救救助啊，我该怎么办呢、啊？愿拔罪根呢、啊，把我的跟我爸爸的啦、啊，是不是？ 因为你给他想，你父亲留给你万贯家财，能够受堪受七世，结果本一粒半指甲都无，搁加啃啊之类型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个时候，啊，那佛呢就就就跟他说：“好，那我来为你说法啊。”第二天呢，啊，第二天这个张坛香啊，就请佛去应供。 那应供完之后，佛再为他说妙法，说妙法啊。之后，这个张檀香修行得虚陀洹果啊。这个当然故事圆满结局是在讲张檀香，他转了，他一定会大开他的库藏嘛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把他的那个仓库啊打开来救助众生，当然度他。那他的功德回向再来给他的亡父嘛。 那打开心念来讲，这才是毕竟救助嘛，是不是才是毕竟救助？所以我们在读说这个因缘果报，听一听有没有觉得，哎呦，这种这种因缘果报真的是要要有正确的概念去认知啊啊！如果你完全都不信的话，那真的很恐怖。话说有一个眷属哦、啊，他也是想学佛，可是没有真的学佛啦。 常常就佛经拿来看一看，然后把旁边一搁；佛经拿来看一看，一搁。那有一天。